现在在那个青藏铁路上，这是我在火车内拍出来的风景，有很多雪山的那个雪山群。我们这一回要坐22个小时的火车，然后火车内的情况，大家都在走廊上拍照，然后出来又看风景。这是跟我同游的刘大哥 ，Hello， video， 后面还有一个帅哥，台湾来的帅哥。一路上的草原都有好多的牛羊 ，zoom， 给你们看，就有黑色的牦牛，还有我尽量看可以拉的，有白色的是绵羊吧，白色的都是绵羊，但是开的有点快。后面有雪山，这个来个近的，看到牛吗？哦，小牛，小牛，小牦牛。大家都不愿意睡觉，都在走廊上看风景。给你们看一下我们的房间和床吧，这是上下铺，上铺，下铺，然后我就今晚上就睡这，明天早上7点到西宁。